开了吗？好 ，Hello， 大家好，我们的直播开始喽。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你们好，我们的直播开始了。哎，不好意思，等一下。对的，谢谢大家的支持。Hello， 大家好，我们的直播开始了，谢谢大家的支持。新的背景。对的，我们今天就是有一个新的直播间给大家，但虽然好像还没有装，就是没有把这个口红全部都堆得很满很满，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对的最高的地方，就堆到整个看不见，就整个就出去堆出去，对的，好不好？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然后大家到群里面可以吼一句说佳琪直播开始了，点击右下角的转发按钮，可以帮我们转发一下直播间，好不好？然后我们今天有23个产品给大家做秒杀福利，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而且今天的活动力度真的很大，而且你知道有很多大牌都来了，很多大牌的福利活动真的超超级的划算，好吗？谢谢大家。来，我们先预告一下今晚的产品有哪些啊？我们先预告一下今晚的产品有哪些鱼饼。我们今天晚上会有到的是元真的鳕鱼片鱼饼，这个的话天猫店铺价79块钱，佳琪直播间59块钱，20片左右给大家做秒杀福利，这个很 好不好？还有那个混合口味蜜汁味以及微辣味的鳕鱼鱼饼给大家。然后我们今晚还会有到的产品是东东菌子，来、啊、这个很厉害。是的，我知道，它是那种云南啊，或者那种，就是很少见的，就是不是你在一般的地方可以买到那种菌子，菜市场买的那种。对，蘑菇，这是菌子啊，美们，这是东东菌子，这里面有牛肝菌，然后鸡枞菌，然后还有松茸菌给大家。天猫店铺价是59块9毛钱两盒，佳琪直播间是69块8毛钱四盒给大家，它是独立包装的哦，独立包装的。然后我们今天晚上还会有到的产品是李佳琦超爱的富吃虾条，我们今天晚上会有富吃虾条，富吃虾条天猫店铺价69块6毛钱4包，佳琦直播间到手49块6毛钱5包给大家，因为我们买一份还会再送一包40克的小包给你们，好不好？还会再送大家40克的小包给大家。然后我们今天晚上还会有美们我们的东北大板，来，美们，东北大板来了，这是东北大板的一个倒着吃的甜筒。上次给大家播过了一次，全部都断货了。这个是我们的东北大板的一个雪糕甜筒，天猫店铺价128块钱12只，佳琪直播间到手98块钱17只给大家。因为我们还会送大家墨镜咖啡、拿铁冰淇淋三个，以及东北大板的经典原味冰淇淋两个给大家，就是12个蛋筒，再加5个送的冰淇淋给大家，一共17个，好不好？98块钱17个真的超级划算，超级划算。然后我们今晚还有统一的查理王，这个超好喝，这个超有名，就是它不是那种没有饮料味，就是真的像现泡的茶。是的，这个为什么最近说话很做作，这个没有饮料味，这个很像现泡的茶，对，很像茶呀、啊、茶茶叶儿。天猫店铺价32块钱一箱6瓶，佳琪直播间48块钱2箱12瓶给大家，好不好？然后我们今晚还会有到的产品是邻家铺子，来，我们今天还有邻家铺子，天猫店铺价49块9毛钱6罐的邻家铺子的橘子罐头，佳琪直播间到手36块钱6罐给大家，我们会给大家减13块9毛钱给大家，好不好？邻家铺子的一个黄那个橘子罐头，对，不要只吃黄桃。然后我们今天晚上还会有到的是西班牙的贝蒂斯特级的初榨橄榄油，哎，我知道这个，哇、哦，这个今天晚上我们做的是红罐装，就是 3.15 升的红罐装，这个是贝蒂斯的初榨橄榄油，天猫店铺价，我跟你说这个超高级的，你们如果就是妈妈们，你们就是做饭的美眉们，你们一定要买这个油，这个油真的很好，天猫店铺价408，佳琪直播间到手208给大家，西班牙皇室的指定用油品牌，三升多啊，是的，好不好？ 3.15 升，对，天猫店铺价408一罐，佳琪直播间208一罐给大家。然后我们今天晚上还会有到的产品是 Amiro 化妆镜，李佳琪自用款 Amiro 化妆镜，这个化妆镜你们一定要去想想看，天猫店铺价249的269，加一直播间减100元优惠券，149的169，上次直接秒空，我们今晚又来了啊 ！Amiro 化妆镜，然后我们今晚还会有到的产品是不来梅的爆款行李箱，梅梅哦，这个颜色超好看，你知道我同事都自己用这个箱子，这是我们的不来梅的爆款行李箱，它叫做 Fast，
就是这一款叫做 Fans， 很多颜色。对的，布莱梅的行李箱，我们今天到手价原价20块钱啊，不是。不好意思，天猫店铺价20寸399，24寸459，28寸519，佳琪直播间到手20寸299，24寸359，28寸419给大家，好不好？然后我们今天晚上还会有到的产品是美门 Stop VX。这个我用了，这个超厉害，我跟你说有这个，它是升级版。我跟你们说，一支在手。就是美容店不用走，天下我有。我跟你说，这一支在手，美容店不用有。第二来给你们好好介绍，就是最新款的 Stop VX， 然后天猫店铺价4922，佳琪直播间到手3922给大家。它是除了那种有射频之外，还有提拉功能的电机，就是会有提拉功能的一个功效，它可以帮助你，你知道吗？就是用脉冲的模式去帮助你把你的那些痘印啊、痘坑呢都可以填起来一点点。这个真的很好，这个很厉害，这个至少一定要抢。天猫店铺价4922，佳琪直播间3922。然后今天晚上我们还会有到的是 Olay 香氛沐浴露，天猫店铺价99块钱两瓶，佳琪直播间4瓶，94块钱4瓶给大家，平均一瓶只要20多，买一套送一套，这个你们今晚一定要抢到哦！我只有35000套啊，7万瓶。然后我们今晚还会有到的是 Lola Rose 小绿表，看一下，超漂亮的 Lola Rose， 就是。天然孔雀石的小绿表，这个手表你们夏天买它，因为我超爱绿色，你知道吗？就是小绿表都不是那个聚焦，哈，嚯，哎，哟呵，要不行，他没有，他听不懂 ，Hello， 这个。肯尼基为什么哇？不知道怎么聚不到，等一下我们再给大家来就是聚焦啊。我们今天的赠品，你知道以前我们是就是只有这个表带，黑表带，我们今天是加了绿表带给大家，就是两种不一样的风格。是的，我们今天加的是绿表带，我再送小牛皮表带给大家。天猫店铺价1360，佳琪直播间980，我们的小绿表980。然后今天晚上还会有到的是我们的头皮清洁凝露。头皮清洁凝露哦，这个活动率都超划算，这个很新奇，这个非常非常的好用，我跟你们说真的，就是在你洗头之前用它先去抓头发去洗头皮，干洗洗完头皮之后你再用洗发水去冲掉，我跟你说头皮会呼吸，头皮整个，我跟你们说 Oh my gosh， 好不好？天猫店铺价69块钱十支，不是69块钱5支10毫升，佳琪直播间49块钱5支10毫升给大家，好不好？买两份88块钱，就是你头皮压力很大很紧绷的，是的，就要用它。然后今天晚上我们还会有到的是庞氏老朋友，对的，庞氏的蕾丝眼膜，天猫店铺价119块钱16片，佳琪直播间99块钱24对给大家，好不好？24对给大家，超级超级的划算，我们的眼膜要来咯。然后我们今天晚上还会有到的产品是，哦我的天呐，美妆这个你们一定要给我买到它，李佳琪最近爱它爱到死掉，阿玛尼全力遮瑕乳来了，这个我没用过哎，超好，这是我用过最好用的遮瑕，没有之一，不能这样说，这是我个人用过最好用的遮瑕，真的，我跟你说遮痘印遮痘痘一举，它的遮瑕能力真的超强，而且用了这个遮瑕之后我真的不想再用别的遮瑕，超好用，薄，很好，但是很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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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一定要给我买它，好不好？李佳琦用的是2号色，我天天用，我等一下我可以把我化妆师这个遮瑕给你拿给你看，我就把这个给我的化妆师，他帮我天天用的，好好用，好好用。天猫店铺价350一支，佳琦直播间350，你觉得它有没有像什么东西？它像唇釉啊，对，跟它就是用唇釉的包材是一模一样的，真的，只是上面加了一个就是肉色的一个贴纸，好不好？天猫店铺价350，佳琦直播间350一支，买就送高定包包加挚爱香水3个，买一送4。知道我们的3个香水再加我们的高定包包给大家。然后今天晚上会有一个帕尔玛心有所属520的礼盒。520限量的。对的，这是帕尔玛的限量的520礼盒，上面都是满满的爱你的形状。然后这个礼盒我跟你们说买它。这里面会有到加州桂雨桃金娘，是我超爱超爱的一瓶味道，美们，里面会有一瓶75毫升的加州桂雨桃金娘，然后里面还会有到的是一个身体乳，一个沐浴露，这都是送的。你知道我们这边里面还有什么吗？还有4瓶1:1复刻 Q 香，会有4瓶1:1复刻的 Q 二号调，4瓶1:1复刻的 Q 香给大家，这个 Q 香超可爱，送他们家随机的味道，就是你们可以自己体验他们家不同的味道，买一瓶送4瓶再送2个，固定的味道，
固定的味道，固定的味道，对对对，就是有那个香橙啊，哦、有香橙、无花果、啊、香柠檬等等味道啊，对对对，然后还会有这样子很可爱的一个化妆包，然后这个佳琦直播间只有1500套秒杀，美们这个价格1314块钱，好不好？这个价格1314元。清楚了没有？好不好？喜欢佳琦，请多多的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哦，多多关注直播间，因为我们今天直播应该蛮清晰的吧？今天直播应该蛮清晰的吧？对不对？好，然后我们今天晚上，美们 ，Oh my god， 今天晚上这个东西一定要抢爆炸！赫莲娜黑绷带来了，入门款的赫莲娜黑绷带15毫升来了，你们先用，用到了99大促，看一下有没有货啊？就是双十一一定会有货大屏的。赫莲娜，我今晚这个都要买6000套给大家，买15毫升送15毫升，买黑绷带送白绷带，买一赠一。Oh my god！ 我说了，我一定要帮你们拿到买一赠一，我就来播。嗯，我就是要帮你们拿到买一赠一，我就要来播黑绷带、就是、黑白绷带。没有试过他们家黑白绷带的，一定要用用。买这个小的会更合适。是的，美们，15毫升1280，佳琦直播间128030毫升，赫莲娜黑白面霜。巨好用，好用到爆炸，好不好？都是里面添加了玻色因成分的一个30%，对的。然后我们今晚还会有到的产品是姿色的蜜粉饼，姿色的新款，姿色清透蜜粉饼要来喽，赶紧上1280，嗯，来给你们看一下姿色蜜粉饼。下一个，然后我们今晚还会有到的是 CBB 粉霜。这个、对的，在这里姿色蜜粉饼，我们今晚会有到他们家的粉饼，因为姿色家做粉饼是天猫真的是 top 级别的品牌了，他们家的蜜粉饼在卖爆炸，不就粉饼，就是粉饼卖爆炸啊！天猫店铺价99一个，佳琦直播间到手49一个，给大家做秒杀福利。对的，粉色是控油的，然后金色的是保湿型的，好不好？有两款，这新升级的姿色粉饼，然后我们今晚还有 CPB 肌肤之钥粉霜来了。这个是小助理的最爱，这是小助理每天化妆都用的干皮清吗 ？CBB 粉霜来喽！今天晚上买 CBB 粉霜送这个，拿这个请坐。送对，拿送都是送给大家的，看到没有？送这么多，买 CBB 的粉霜送这么多，还有一片面膜，还有一片 CBB 面膜给大家，好不好 ？CBB 粉霜我们今天晚上只有。4000瓶给大家做秒杀福利，对的。然后我们今天晚上还会有到的产品是，哇哦哇哦哇！哇，今天晚上好花钱呢，怎么办？今天晚上 fresh， 昨天晚上这个 fresh 礼盒6.7折，我今天我就是一个晚上谈到了4.7折的活动力度，4.7折 ，yes。美们 fresh 大豆洁面，再加红茶凝湿修复面膜，再加红茶面膜，再加他们家那个就是玫瑰面膜，对的，玫瑰面膜。美们，三个面膜再加一支大豆洁面，这个，然后这一个套950，佳琦直播间到手550，减400块钱，嗯，再送。一支大豆洁面20毫升，再送15毫升的红茶和15毫升的那个红茶凝湿给大家 ，fresh 啊、嗯， 好不好，美们？这个所有给大家只要550块钱，总价值1200块，佳琦直播间到手550块钱，美们抢它，好不好？ 4.7折的活动力度，真的是昨天晚上才谈到的活动力度，就给大家来上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喜欢我们的直播间啊。然后我们今天晚上还会有到的是赫丽尔斯玫瑰安瓶组合，佳琦个人自己用的一个安瓶，这个安瓶的话天猫店铺价960，佳琦直播间570三盒，然后买三盒会送大家两只玫瑰两只灵芝，再加一支两个体验装和一个什么和一个正装的精华，还有正装精华正装眼霜，还有这个赫丽尔斯送的，美们这个正装精华298，正装眼霜369，都是送给你们的，好不好？这么多一套只要570 ，Oh my god！ 他们说你今天晚上直播东西也太贵了吧？今天晚上真的，我跟你们说一定要买，为什么？从来没有送过精华，哎，只送过眼霜，嗯，只送了眼霜，我等下换，只送了眼霜给大家，好不好？所以希望可以大家可以多多支持，然后我们今晚还会有到，上次我们播了一个品牌叫做。哈奇日本哈奇的那个就是卸妆乳，对的。然后我们就是上次我们在直播哈奇的时候，嗯，很多粉丝说佳琦我要喝他们家的蜂蜜防晒霜，这个，巨多人催的说蜂蜜防晒霜，蜂蜜防晒霜，我们的哈奇的蜂蜜防晒霜
真的聚不了焦是咋回事？然后这就要聚了。蜂蜜防晒霜，佳琦直播间今天晚上到手，所有女生，天猫店铺价408一支，佳琦直播间到手348一支，再送大家170元的蜂蜜发酵的一个护肤套装。为什么有人祝我新婚快乐？你是不是又在说了些什么？我真的没有说什么。你是不是又在造谣？我真的没有。不然算了。来，美们，我们今天会送大家他们的护肤套装，全部给大家，好不好？你们可以使用他们家的一个护肤，这是被称之为日本，这是被称之为日本十大护肤品牌之一，就奢侈品牌之一。对，然后是日本贵妇级别的名媛们都在用的一个品牌。这款防晒霜的话真的很厉害，就是价格贵，所以我们今年选择到的一个贵价防晒，就是有它的一个地位，好不好？今天晚上大家可以去买一买 Hatch 的防晒，好吗？谢谢大家。然后我们今天晚上还会有到的产品，最后两个，最后一个，是我们的 Color Key 空气唇釉，我们出新色咯。Color Key 39一支，两支68给大家。Color Key 每次直播每次秒爆炸的一个唇釉，这个唇釉就是也是全网非常非常火爆的唇釉了。所以美们 ，Color Key 的唇釉一支39，两支68，天猫店铺价69一支，佳琦直播间68两支给大家，好不好？清楚了没有？这就是我们今晚上的所有产品，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的直播间。美容仪器多少钱？减1000块，还送东西。美容仪器我们家减1000，就是 Stop V 加了400块钱就可以买到 Stop VX 的一个美容仪器，好不好？这今天晚上我们一个活动力度啊，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后面那个口红墙还没有弄好啦，这只是一个初步的一个就是装饰，好不好？这是一个初步的装饰，谢谢大家的支持。头顶上方的红色按钮，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佳琦直播间哦，多多关注佳琦直播间，好吗？谢谢大家。好了，那我们在卖货之前呢，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说一下。对，是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的直播间的所有美们，现在我们直播间的那个购物的消费者越来越多了，而且我们也感觉到了我们的责任也越来越大了，每一款产品呢都是要做精心的挑选，所以经过公司然后佳琦然后富鹏的就是郑重考虑，然后一致决定，就是决定富鹏成为公司的一个合伙人，然后参与幕后的工作，同时富鹏将不会在直播间出现担任助理工作。Oh my God！ 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以后我要尊称您一声副总，你好，副总，副总你来上班啦。没有。所以今天副总打领带是寓意深长吧？就是想要正式一点跟大家。就是打工仔就只能穿 T 恤来上班，然后就是老板就要穿衬衫加领带。对。也不知道什么去接，就是这个消息有点突然。是，但是在这里我觉得还是要特别的感谢一下富鹏，因为就说是为什么就今天从小助理然后变成了富鹏，就是因为我觉得感谢他这段时间在我们直播间辛勤的付出，而且对我是完全是无限的支持，有就是也就是开心过，然后可能不太开心过都有，但是我们。那就你来说是吗？那你就你来说是你来说。明明就是一直很开心啊。是。好，那富鹏跟大家讲两句吧，好不好？我跟大家说两句啊，就是先跟大家说个说句不好意思吧。就是这么久就是没有出现，然后有一些人开始担心，先跟大家说个不好意思。其实这个决定的话呢其实蛮重大的，真的很重大。所以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对，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决定去思考。怎么说你还说。我来说，我要你说两句，是不是我来说。就是不论对我对佳琦对公司对直播间的粉丝，其实都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决定。是的，就是你还记得我们刚开始直播的时候对吧？对，就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就刚开始直播的时候只有几百个人，所以我们嘻嘻哈哈呀，然后打打闹闹啊。第一场直播多少人？200人。不可能，明明79个人。真的吗？你真的比我清楚。就反正就第一场直播就没有什么来看我们，所以其实我们也是从就是打打闹闹然后嘻嘻哈哈直播到现在会比较的严谨，而且是更严谨。所以对，继续继续吗？对，就是谢谢大家吧，谢谢大家。谢谢所有女生对佳琦也好对富鹏也好我们的一路的支持。对，就是不论我今后是在目前或者是幕后，我都会尽心尽力的给所有女生服务，就是把工作做到最好。是啊。所以以后，所以你们想我的话可以来微博找我。对，所以以后我还可以邀请你来当我的嘉宾吗？我要看一下我的大档期。所以618、99大促、双十一这种比较重要的节点，你应该会回来，不是永远的消失。
只是不同，只是他会有更重要的工作在做。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真的是要为大家想把李佳琦直播间做得越来越好，而且想把我们整个给到所有女生的服务做到越来越的极致和越来越好。对的，因为这个直播间对我们也很重要，我们还是想要让它变得更好啊，变得更好。是的，好吗？谢谢大家了。所以副总，我就继续打帮你打工了，我就上班了。好吧，嗯，谢谢大家。所以大家可以平时如果想富鹏的话呢，去富鹏的微博上去关注他的一些动态，好不好？他平时也会来玩的啊，也会来玩的，好吗？谢谢你们，谢谢所有女生对我们的支持，对我们的喜爱，谢谢大家，谢谢副总，谢谢，欢送您，不好意思，老板，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谢谢，再见，再见，再见。哎，所以下一个是谁？下一个快来给大家播吃的，康康，来，我们康康来播吃的了，播吃的了，播吃的了，嗯，好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我们的直播间啊，多多支持，多多支持 ，OK， 嗯，好，来了，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秒杀福利了，开始今天晚上的秒杀产品了啊。头顶上方红色按钮，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啊！第一个，我们来元真的鳕鱼片，好不好？元真鳕鱼片，我们来喽，来喽！哎、没有，康康也不是接待富婆的，就是位子的人，他们很多，你们这样会让康康不敢进来的。我没有打领带啊！我跟你说，康康的本职工作也不是在直播间吃东西。对对对，你知道康康每天有很多工作的，所以我们现在是会让直播间越来越规范，所以我们会请到专业的，就是临时主播，然后生活主播，然后包括佳琦的美妆的直播给到大家。对，就希望我们的直播也会变得越来越专业，而且越来越就是规范，好不好？好吧，也是更好的为各位粉丝们谋福利。主要是我比较能吃，对，就是主要我们公司没有找不到第二个比康康能吃的人了。对对对，好吧，他们说康康机会来了，把握住哦。我没有打领带啊，是好，来，所有女生喜欢佳琦，请多多关注我们。来，第一个元真的烤鳕鱼片，这个我跟你们说真的很好吃。哎，你坐进来一点啊，对，你坐进来一点，这个我跟你们说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